Wanso 资生堂国际柜计划于台湾推出全新保养品牌，灵感来自于日式思考，强调取材自核实日本植物性药材与食物，表现出有个性、不做作、天然的品牌性格。我们挖掘目标族群，追求独特、真实的自我态度，作为主要的设计概念。主打 Wanso 肌肤的核实主义 ，Be Real， 我就是我，展现女人真实之美的核心价值。视觉风格呈现清新真实，表达目标族群追求自我独特简约的生活态度，摆脱以往美美的代言人模样。产品的主要食材作为拍摄主角及视觉，以半脸的主视觉让所有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代言人，深刻传达品牌最真实的自然风格。此外搭配品牌试用品推广，操作 Be Real 做自己宣言分享活动，借由个性自信的标语让 TA 产生共鸣，认同品牌精神。活动网站7月1日上线至7月25成效统计，浏览量高达13万次及近2000次的分享宣言，高达 32% 的活动参与率，数据也持续成长中，成功让更多人认识资生堂国际柜全球抢先上市的保养品牌，更成功推广 Wanso 肌肤的核实主义 Be Real 我就是我全新肌肤保养概念。现在就一起发现肌肤最真实的美丽吧。